今早出门前一刻，我的心情还有些忐忑，担心潦倒心。不管是谁，动了小曼，就休想全身而退。希望你能说到做到。顾晨哥，顾晨哥，今晚陪我去喝杯酒呗。今晚我跟秦瑶约了。顾晨哥，走吧。啊，要不我陪林大小姐喝几杯？谁要和你喝？再会。看你高冷到极致，顾晨哥，晚上陪我去看电影嘛？我们都好久没一块出去了。晚上有事。有事？马上就有好事了。顾晨哥，顾晨哥，顾晨哥，你为什么？我们认识20多年，难道我就比不过小曼吗？感情的事从来就不是时间能衡量的。自始至终，你只是我的妹妹，可她不一样。从她出现的那天起，我心中就没有别人了。你走吧。我到底哪里不如她？小曼，你给我等着。你回来了，吃饭吧。你要干什么？我真希望一直这样，回家第一眼就能看见你。早出门前一刻，我的心情还有些忐忑，担心潦倒心做不得。对不起，我吓到你了。我保证，在你没有适应之前，我不会再这样了。自从你失忆后，看你这样子，我真的很心疼。我只是想一直抱着你，给你更多的安全感。只是如果连拥抱也给不了你的话，我还能为你做什么呢？내사랑이내게로